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您喜欢在佛罗里达晒日光浴，那么本期分享的这座名为 East Sister Rock Island 的迷你私人岛屿一定不会令你失望。East Sister Rock Island 位于距离迈阿密约120英里的海域，距离马拉松的 Sombrero 海滩仅四分之一英里，从大陆乘船仅需短短三分钟。岛上设有船坞和直升机起降平台，提供多种便捷进入方式。附近的马拉松市则提供了丰富的购物、美食、画廊、水疗中心和高尔夫球场等娱乐设施。另外，仅需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迈阿密，为您提供更多的娱乐选择。这座热带度假胜地坐落在珊瑚礁上，被保护功能的岩石环绕，有效防范海浪冲击，同时享有360度的海景。岛屿周围生活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，包括海豚、海牛、海星、鹈鹕和苍鹭等。珊瑚礁周边提供极佳的浮潜机会，而海岸线则适宜垂钓和进行各类水上运动。East Sister Rock Island 占地约 1.5 英亩，拥有一座面积达2300平方英尺的两居室住宅以及一座独立的一居室客用别墅。住宅内部设计为开放式布局，铺有木地板、洋式天花板、大量窗户和19扇巨型滑动玻璃门，使2700平方英尺的阳台从任何房间都能欣赏到周围的海景。室内设有宽敞的起居和用餐区，包含媒体区、酒吧和游戏区。两间卧室的高天花板上覆盖着高光反射器，可尽情欣赏大西洋的美丽景色。厨房配备了花岗岩岛台和后挡板，以及最新的不锈钢电器。此外，主屋还设置了一个环绕门廊的台球区，以及户外厨房和休息区。独立的客人小屋内除了起居室和厨房外，还设有洗衣机和烘干机。East Sister Rock Island 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，实现了自给自足。岛上配置了备用电池系统、全屋发电机、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系统，以及 1.5 万加仑的淡水蓄水池和海水淡化系统。此外，岛上还设有游泳池、直升机停机坪和码头。为了提供现代便利，岛上还配置了中央空调、卫星电视和无线互联网。East Sister Rock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挂牌价为1650万美元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